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就是要赚钱，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大盘今天整个盘有点奇妙，开盘等于收盘不太动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老师昨天有跟大家讲哦，这个收盘小于 AC， 这是昨天的预告，对不 对？所以今天看到了这个盘，还惊讶吗？哎，好像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本来说今天应该是上下震的情况，收盘小于 AC 代表不是盘就是跌。不是盘就是跌，所以今天整个没什么动。对对对 对， 对， 对。但是好，从那个低点到现在，整个大盘来讲，其实已经上了快要1000点这样的情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冲的情况会不会再做头？哎，好，赶快请教谢文恩分析师。哎，问得很好哦。那刚刚那个晶晶想要唱一首歌，我帮他配乐好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在想说这个盘是不是要进入新的境界了？没有，先想一下。对对，我昨天讲说 run for hell 嘛， yeah， 开高 run for hell， 那今天真的开高，好。对，那可是呢？这个东西哈，我应该在 specific， 好，就是在精准一点，精准。不过在精准定义之前的话，当然我们要先许许晶晶唱一首歌哈。对，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是那个 whole new world 这样。啊，你要唱啊，我配乐的。不要了，我不好意思。啊，我的节目费又不你出的，你有出节目费吗？老师唱啦，你的粉丝想听。我唱这首歌好不好？ A whole new world。可以，哎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。Going on。对对对对，继续啊，继续啊。你就说，就是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啊，你要唱出以谢文恩老师的角度来唱，就是说 I can show you a world。哎，哦，可是这女生的版本吧？没有啊，男生唱的啦。I can show you the world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好，精准一点喽，开始精准一点了。精准喽，精准喽。对，到底 hell 跟 heaven 怎么分？不是多头盘吗？嗯，怎么后面突然有一股躁动？等下你们那个经纪人会跑来签我的约啊，结果看到我长相之后，他妈的你还继续当头部老师好了，太帅了。对对对，头部界帅哥。好，我讲精准一点哦。基本上我用每次只要收盘小于 AC， 我都说利多开高的话 run for hell。我把这再稍微再精准一点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太下蛋。因为现在毕竟它是个多头。好，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哦。我昨天跟大家预告收盘小于 AC， 而且昨天呢我们讲祖宗八代这件事情，按赞人数127个人哈，比那种点阅率，比那种点阅率10000多，按赞人数不到5个。马上我也来按一下。对对对，你昨天没有按哦，靠边。你看我自己都按，我记得按哦。好，自己按好。好，来来来哦。你们有做指数期货的，你回答我。我讲后面两码就好了。是。今天开牌开69，收盘收49。那怎么办？是黑 K 棒嘛？是黑 K 棒嘛？对。所以说，他又证明了一件事，基本上好。第二件事情哦。好。昨天我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心态空，都还记得要空哈。那我知道呢，昨天有很多投顾老师，我说过了，投顾老师真的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。你们真的太辛苦了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每天都要拼绩效上节目嘛，因为节目费都花了几百万啦，所以包括 YouTube 的广告费用都已经花下去了，所以说你们会不断追股票，不断的 try and error。可是当你们在 try and error 过程当中，相信我，你 error 的部分会比较大。昨天有多少投顾老师跑去追2402的亿家，还有3037的星星，甚至包括2313华通，今天全部跳水，今天全部都跳水哦，等于说昨天强的股票全部都是一日强，所以基本上好，我先来来来来来，反正这行情呢，好，我先讲结论啊，结论等下讲了，不然等下你们按完赞之后不看，那这样很可惜。基本上的话呢，这一个行情日线它是多头，我所以定义过了，我说这个多头是定义在加权还有台指期，我可没有跟你讲 OTC 指数哦。所以当 OTC 指数它跌破的多方防守，它瞬间由多头转为空头，至少多头做对一件事情，它没让 OTC 指数连续下杀。正常没有空头你很笨哦。你今天你在上个礼拜五你拿到发球权的时候，正常而言啊，礼拜一休息，今天 OTC 应该要一根长黑 K 棒给他死，给他死吧，给他死的，那所有人就又要全部打成一片了。可是你今天呢，你等于说应该是走下降三法，这东西应该不难吧，听完我这一段麻烦帮我按赞哦，正常应该走下降三法，结果你既然让它变成箱型区间，这是不对的，对空头没有，我讲不是对多头，对空头那是非常非常不对的。好，开始了。基本上你们今天你们看到我们的绩效，我说真的，全台湾大概就只有我每天给你看我们的进出统计。除了今天之外，因为今天我很聪明，更不想做，今天做你们浪费时间好不好？对，因为今天跳空开高之后就没有没有。如果说你昨天听我的话，我要深刻检讨了。如果今天早上跳空开高的时候我去放空，我报到收盘，我可以赚20点。
也是钱嘛，哦、对对对，因为收盘小于 A 区，所以收盘价比开盘价低。所以说我在8:43的时候，如果说我用市价放空的话，我可以赚20点的。可是我没做，因为我满手还是满手多单的、哦、对。那只是这个多单呢，我是觉得很可惜的，因为明天要归零了。哦，对，明天台指期货，台指期货就结算 了。对。对，那问题重点你要想想看呢、哦，我们122个礼拜，我们如何20万的资金一口气拉升到1400多万来？I show you the world, I share the world、yeah. 哦、就是这一个所谓的版本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，所以9月份一样，包括10月份1956点，那么从11月1号开始，哎，日子过很快哦，其实健康基金问的问题问很好，他说呢涨了1000点有在盘头，是我不去回答这个问题、oh. 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的一个所谓问题，好，是 我再举个例子哦，我请问各位哦，昨天华通创新高，今天马上送你一根黑 K 棒、所以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啦，对，还没完，是这样，好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免费跟大家预告的6138的茂达、昨天我卖很漂亮，是我昨天卖很漂亮，就今天还在创新高，继续创新高，创新高，表示选股是很好的啊、我选股，我个人自认为还算是蛮厉害、蛮神准的。等下我会跟大家 share 一档股票，我盖一档，可是我会 share 一档，我明天会买回来的，因为那一档股票我在它的期货部分我也赚了2只涨停板。我等下跟，可是今天大跌哦，今天大跌哦，明天如果再杀一刀，我就会把它给买回来。好，我等下再开始哦。基本上哦，从11月1号到今天，我们都知道台指期是每个每第三个礼拜。礼拜三嘛，然后呢，已经过了3个礼拜的时间了。那我是觉得啦，你们哈，相信我一件事情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建构在价格的观念。你们不要去看均线，这张图卡我可能太久，就用直接跳过去。我们念清楚，利用均线、成交量、K D 乃至波浪理论来做散户的一些欺骗。我请问各位啊，在16000点的时候，你认为会涨到17000吗？均线不可能，均线。包括5日、10日月线、季线、年线、3日线，全部均线盖的话一样好。那就讲再讲哦，以波浪理论的业水角度，有人看多，有人看空，所以代表那个东西叫做废话，那不是公定的东西。好、哦，那只是在赌一把而已。那我一再跟我强调，你就是要看价格的一个角度，还有一个标准的主力心态。这是为什么在16011，还有16057，我们做多最主要的业水原因。那当然，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。你今天你要做精神的延续，就像我在讲个笑话好了。今天呢，我问你哈、哦，你是等到收完盘的时候才知道，干，今天早知道不要做，他妈的，今天上去就下来，下来就上去嘛。啊，你没边做，看到上去就追，啊，追的时候就杀，啊，杀的时候停损，停损盘后。没户啊。那没有，你有想过哈、哦，为什么你们趋势盘赚不到？然后盘整盘很积极，我这不懂哎、欸，我对你们完全都不了解。好，我再举个例子哦。现在很多人在拼 AI 嘛，拼 AI 嘛，反正从来跌倒，从来站起来。那为什么当时广达在132块钱，我们照三餐买？哎，那时候我才第一次买，对，一直买买买，买到214块钱，260几块钱出。对，那时候你们不做，而且像广达每天蛇蛇盘，你们在每天广达，我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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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一种执念。I do not understand。好，我再讲一个更复杂的东西。我今天其实，在飞扬也讲一件事情。嗯哼。许金燕问你、哦、来给你问，最近、哦、NVIDIA 涨很多，是一直涨，每天一涨，台湾的 AI 股票、啊、全部1、2、3木头人。好，我现在反问大家一个问题、哦如果 NVIDIA 跌破多方好价，好，你认为台湾 AI 会开低走高还开低走低？ Think 哎，想清楚哦，没有讲事实哦，等于说、哦、之前大家在嘲笑 NVIDIA 都不涨，涨到台湾的广达，对啊，对啊，结果后来现在那个 NVIDIA 每天大涨，就广达也没什么动，不动，更不会动，好不好？根本不会动，好不好？要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这样。我们动一下，掉下，动一下，掉下。对对对，那问题就是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好，那如果 NVIDIA 跌破多方报价，那你认为台湾的 AI 嘞会补涨吗？还是跟着一起下去？走自己的路吗？有可能吗？哎，想清楚这件事情哈，没有，他牵扯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言论。没有，我希望不要啦，因为到时候我要开始放空股票，我觉得那是 很不道德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牵扯到一个 也很简单的状况、就是说，我拜托大家哈，你们可以大赚那一段，你们不是说你们要吃鱼身，结果我感觉到你们好像在帮鱼擦屁眼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他妈好做的你们不做，好，我虽然我是标榜鱼头、鱼尾、鱼身，包括都要吃，包括那个鱼骨头，对，没错，鱼骨头会拿去喂我家的猫。
我也不给敌人吃，怎样？鱼骨头其实可以做鱼骨酥，很好吃。当然啦、啊，对，然后猫排出来排泄，我把它带走，我都不给你们。一定要这么干净吗？不是，你们为什么最好赚的？晶晶啊，你看我这每天买耶，我这每天买，对，那时候每天买，那时候每天买，而且我那时候还问你，我说广达到这么高，你还买？对，对，对，我对对，他说要800万啊。那同样不要，那是因为你们真，所以说拜哦，不要拜托你们了，反正你们钱我拜托你们干嘛啦？你们又不是老祖宗哦，我还是拜托你们，你们真的去下载软体自己看嘛，16000点的时候，你有看过任何软体会出现买进讯号吗？对，就是提前知道主力心态其实是比较好控制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比较不好。那我问你嘛，我这样子买，我已经赚了300多点，我也会害怕啊。对，可是我跟你讲 unless 啊，你就是啊，帮我讲嘛。就像我刚才问你问题，那难道我明天早上起床不能费半指数大涨，然后 Nvidia 跌破多少价吗？费来再讲一遍哦，老师讲太快啊，费半指数大涨。NVIDIA 跌破多少价？对，那我请问各位，那你认为手中的 AI 股票会跟着 NVIDIA 跟着飞半 ？NVIDIA 吧，当然啦、啊，跟 NVIDIA，, NVIDIA 当然跟 NVIDIA，、哦、当然跟 NVIDIA。对啊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空间理论它重要、嗯，结果呢，我就一直开枪。好、啊，哎、欸，到445还在开枪，45开枪，然后475开枪，475开枪枪之后，488、458全部买，还在买，还在买、嗯。那你知道我这连续的一个所谓买进的时候，我就短短4天，我赚了3000多点，而且我还没算到，我还没算到今天哦。我还没算到今天哦，4天时间我就开，我就赚了3239点。那我问你们嘛，你们跟我讲说，小石啊，从011到480已经涨了400多点，已经很夸张，嗯，很夸张。结果呢，竟然还有一个更变态的690还在买，从四又跳到六，480到690还在买。不是重点就在于说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多，因为就外资的一个所谓角度，主力做手角度，它根本不懂得 K D 在相对高档 ，K D 在相对低档。嗯，然后哇，真的赚翻，好了，就跳快点了。然后 Tumble Fumble， Ohio Run for Global Detail， 就我真的要跑哎、欸，我真的要跑哎、欸，嗯，跑完之后马上中间100多点的价差。100多点价差有啊，有啊，这偏盘啊，偏盘啊，啊价差价差，你们价差你们要被日本人骗了，结果我们又把它买回来，嗯，哎，对啊，我先卖715吧，715卖完之后，我649到660又买回来，那买回来之后，我请问各位，啊找到900，啊我赚200多点呢，我赚200多点呢，而且所有的讯息我每天都跟大家分享，除了今天拿不出讯息之外，今天更不要出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然后说完大 A C 被也掰掰，然后继续买678还在买，然后主力现在多多啊，你看多多啊，哎，他从他等于说从16000点的时候，绿色代表在放空嘛，红色代表主力心态它是多，所以说你不能跟我讲说谢老师啊涨很多，来再看涨很多啊，这个人好大一颗头哎、欸，是啊，好大一颗头哎、欸，啊我买753涨到900，中间赚150点，有没有赚？要不赚？没有，那蓝工站内嘛，嗯，对，要不赚？要，有150点嘛，就是很轻松，每天都赚钱，然后 one big one small 没有，因为哦，当行情已经涨了1000多点，我也会害怕，所以说我会用更高规格去做解盘。它跟11月3号不一样哦，11月3号我是直接跟你讲，就是会喷，然后我说除非跌破多方防守价。就当它一涨了700点之后，我有没有用更高的规格？上礼拜三我们跟你报告 one big one small， 是好一大一小就是会 tumble， 就这一个 tumble， 我请问各位，我随便出手我可以赚70点，我第二次出手我又赚钱，一天我可以赚了160点，要不要赚？当赚啊，当赚啊，当赚啊，因为大盘主力现在多嘛，而且配合靠你看基金也是急杀，对呀、啊，就急杀跌破平台颈线。结果你看哦，急杀跌破平台颈线，你跑去放空可以拉这一段，多狠呐、啊，多狠呐、啊，多狠！结果你把空单停止，它杀下一段，又杀回到我的买点，然后又上去。好，所以说每天就是玩这么样的一套。好，来，直接解盘解盘这样。然后你看哦，这是11月10号7:34，就上礼拜五嘛，上礼拜五、啊、还在做多，结果呢两笔的多单，是不是很轻松的交出7万多的对账单？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呐、啊。好，来开始哦，这是昨天跟大家做的预告吧。而且昨天你看到很有趣哦，其实外资哦它也是有戒心的，因为昨天外资在期货部分一口气卖了5000口，那现货是买153亿嘛，可是台币又贬值嘛，嗯，你说老师我到底看哪个？我拍谁？我不看新台币了，对，我从来没跟你讲过台币了，是是，你如果看台币能够赚钱的话，天底下不会有穷人。而且如果说单纯就台币的角度，我请问各位哦，台币现在是多台空头，就美元的角度它是多头，嗯，就台币在空头，台币继续放空啊，那你就继续放空啊，那你就放空，你就去放空台股啊，好，就要讲完，来跟我。基本上、哦、今天来这样一定要截图，嗯，一定要截图，按赞分享哦。
今天哈、哦、加权股价指数还有上柜指数。好、哦，上柜指数，甚至于来，我们先看，哎，辉达来，辉达空方防守落在489.3，你知道今天为什么 AI 的股票全部又是开平走低或开高走低？因为最主要的原因，辉达它的昨天、今天早上收盘，它有收上489.3吗？没有、哦，没有，它没收上哦。费半指数它是一个跳水的十日棒，那根据大家过去所的学的技术分析，我涨这么样的多，我一根红 K 棒之后，肚子里面一根十日棒。那叫做空头孕育线哦，好，空头孕育哦，好，再变哦，好，昨天上柜指数那叫下降三法，对，那你空头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今天就应该要给上柜跌到爆炸，毕竟昨天去追3037星星、2402亿家，今天马上全部跳水，嗯哼，你就给他死嘛，死这个字最好是不要用啦，你就给他。挂嘛，不是一样，就彻底的破坏啦。对，彻底的破坏、欸。是描述的很好，描述很好，我是文字工作者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们主播哈，新闻台主播，我觉得都很神哎、欸。我再举个例子好了。好，今天早上哈，那个凯明他，我都忘了，今天晚上9:30公布 CPI 嘛。对啊。他说他也忘了嘛。哦，他忘了哦。他忘了、啊，可是不是他可能知道要公布什么呢？可是他不知道、啊、他不知道是第一个什么时候公布，啊、第二个公布什么？凌晨两点。对他马上很转很快哦，我可以感觉他转很快哦。哎，这一两天就要公布那个，哎，美国要公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，什么都没讲。这招我以前用过，我常用。对，而且这一两天你也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明天啊。聪明。没有啊、嗯，我觉得哈、哦，很多主播都看我节目看太入迷啊。真的。林北啊，拍谁？稍微，我也跟你讲过 CPI 嘛。没有啊。你们不要去赌那个东西干什么？你们要赌赚钱好不好？嗯，你们有去地下空交去下什么 CPI？ 如果多少的话，你可以赢多少钱吗？有这种吧？没有吧？好了，不要交，反正不要去，反正没有，我各行各业我都认识。嗯，他为了刺激大家消费哦，他等于说把钱掏出来的，对，他等于说哈，他还赌什么？比如说哎，那个九点整的时候哈。那个台子棋最后一码是单数还是双数、啊？那不就跟9:15世界杯足球赛在赌那个？对。那我说，我感觉这很厉害耶，为什么？那个好复杂、啊。没有，晶晶，我下这一个单数或双数，我要付手续费、嗯。对啊，我下单，人家下双嘛，因为正常都一半一半，所以说那地下组织不会赔钱，可是要赚到手续费。哦，还连温坦那个电话，温坦，哇、嗯，地下组织打那么亏，做好，你来，好、啊哦，来。说完大 A 息哈，我个人认为啦，我个人认为如果明天开低，可是我不会等到开低哦，我等一下我下完节目之后，我会去下单，嗯，没有，我会下空气单啊，哦，空气单，因为我个人认为啊，今天晚上美国应该是数字公布，不，我个人不鸟那个数字，我也不鸟了，它盘中会讲，啊，哎，那明天会不会拉高结算呢？我一直在期待它会不会拉高结算，我要先下午买到才爽。好、嗯，就好像你6290梁维卖在天花板，然后今天梁维昨天打到跌停板，干好爽哦。他们，然后昨天今天呢？今天涨几毛，然后昨天我再讲那股票哦。好，昨天有人跑去买三富，因为三富昨天是拉尾盘，嗯哼，就今天三富直接大跳水，大跳2743，你自己查，自己查。最近的那个自己查，昨天留下一条非常长的下影线，就今天马上直接大跳水，超笑的，干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因为观光旅游股最近是这样没错，对，没有，好了，没讲完，没按赞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几件事说一次交代完哈。其实我昨天哈，我也算我运气还蛮好的，其实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昨天不管包括华通期货，是不管包括伟创期货，我们都获利开始卖。为什么？因为牵涉到两个原因。嗯，你看三富很好笑啊，你看 K 线，你看 K 线更好笑。你看 K 线，我看 K 线昨天这样子，下影线这么长，真的，哎，下影线这么长，只有今天连高点都没有，靠，超好笑的，好坏，连一半都没到。对，没有，等于说哈，因为昨天我要卖，是因为第一个礼拜三要结算嘛，第二个大盘主力现在空，嗯，大盘主力现在空，嗯，那这时候又牵扯到一件事情了，我真的很建议大家，你们不要去做那阿里阿扎的股票啦。您这些冲啥啦？这些喝压你啦！我讲实在话的，好了，我带你去买雄狮啦，你会买几张嘛？雄狮哈？对，它涨跌我不在乎了，你会买几张嘛？你顶多买个两张三张，想说第一个你想说那不会涨，第二个那股票看起来怪怪，好，雄狮还没算什么，好，今天还很多投顾老师跑去追奇优，五十我自己看哦。好，我你敢买几张了？哎，今天有多少投顾老师追涨停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去你追5452的奇优，跟你昨天去追2402亿家，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
啊，你人生没有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你跟我的一个所谓操作，我哪一档股票不是有量有价的？啊，你昨天奇怪股票干嘛了？我叫急用急用，对啊，找你锁死，有没有锁死？锁死没锁死？没锁死，不是开了，但是它是很恐怖，不是它的盘是这样子哎，不是你不会在你不可能在地板买的，你是等它拉上来才去追啊，而不是啊你追能追几张？哎呦，蔡妈手机拿来丢掉，我的，不是你做那干嘛啦？你都不知道你们做那些小股票死掉了。哎、欸，靠靠！我们今天好，欸、我今天还说要提前结束，怎么结束啊？靠！要跟各位在那边讲，还有九分钟，快！第一个哈，这个不要破，这个来，好，这个不要破，不要破哈。对 对, 對，然后第二件事情啊，第二件事情我刚才讲清楚，来继续按赞哦。我个人预测，今天晚上费半会破这个价格，你容我讲完哦，我说盘中会破啦。啊，收盘应该不会破了。嗯哼，那既然收盘不会破，盘中会破，是代表 PM 盘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动。是，所以代表来再看一遍哦。我现在画费半的图给你看哦，还画 PM 盘图给你看哦。好，它这样下去，买尾盘收最高，爽。我跟你讲完哦，我真的讲得很慢哦，我完全没有结巴。好，所以说呢，精确的价位啊，那张股票叫精确，想到了，我连大家都不记得哈。精确的价位，精确的价位。算不出来，0223923988，我让你直接免费验证，好，来开始。那股票期啊，今天没有啦，有人就说那谢老师啊，6388打你怎么没带我们去买期货？兄弟姐妹，不是每档股票都有期货，都有期货，对，不是每档股票都有期货，好不好？啊，正常的股票有，好，不正常的股，茂达不是不正常，茂达是 PMIC， 它是很大的公司哦，是。不过这是最大的遗憾是威盛，我要买回来。有上礼拜我讲要买回来了，是啊是啊是啊，上礼拜才讲说要买回来，干就这礼拜跳空涨停，他妈的王八蛋，而且是连涨好几天。靠呀！我是上礼拜没有，上礼拜是一路杀、啊，我说我要买回来，就他妈就直接跳空涨停、啊，我就没涨。昨天涨停也涨。不过威盛呢，我们也蛮厉害的，我们再赚一点17涨停啊，应该也赚17涨停嘛。但现在不是追的时候了哈，不要乱追哦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股票哦，对，可能也要看主力心态。我想想看哦，有哪只可以买哦？没有，再一遍哦，指数越高，你们麻烦买股本越大，懂？比较稳，比较安全。我觉得如果明天像2317鸿海如果有杀，那当然可以买。老子没买美的，差股票没不就都买在股的上哦。差这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哦，威盛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，你也讲美 key 啊，大 key 嘛，嗯，那同样的啊，美 key 的过程当中，你只要愿意你去用止期的话，你看呢、哦，威盛杀到跌停板，哎，金金啊，我是买在131耶，我说报今天多好啊，我说报今天啊，拍手，131先历经又跌到120几块钱，我买跌停哦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好，来，这边有时间讲了，来，我要跳，来看证明了。明天要买什么？明天讲比较快嘛，好像、对，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？对，明天要买什么？来，所以说伟创，哦，干伟创也是很厉害。我们可以直接这样问的，没有，你让我歌功颂德一下，你不能那么现实好不好啦？那就这样子拿到答案，人就要走掉了，实在是，那不是又不考试哈？伟创上礼拜五哈，好，然后上礼拜五伟创也买最低。好，买最低。那华通没有买，华通是没有，伟创是杀跌停那个模式、啊，华通是冲高之后盘中多空转换技巧，我们去买。好，我们去买。那昨天开始卖，那因为昨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而且刚好昨天遇到要结算，所以说呢，伟创加上华通，我们总共赚七只涨停板。好，这是昨天扣去嘛？你看昨天啊，昨天8:59，本周结算嘛，包括光宝、伟创、华通啊，期货可以获利先出一趟，然后台指期货这边做多。好，这是昨天扣去，好，开始喽，开始讲答案喽。基本上哈，股票来再一遍哦，这一档股票哦，它盘中急拉，哦，只要来盘中急拉，笑话来了，今天早上拉谁你知道吗？2603，2603一拉，所有投顾老师全部跑去追2615，还有2609，你们真的是笨的跟猪一模一样，买股票不计价买龙头。你不要被人家交叉出货、如果你跑去买到2615的万海嘞，尾盘收最低，哎嗨呢，金价也嗨呢。好，那再看这张股票、哦。好，这张股票今天早上盘中急拉，嗯哼，急拉，嗯，只有白痴才会追，对，因为后面很惨嘞，只有白痴才追，白痴追、哦。好，这张股票要买，好、哦，因为它的股价等于它的净值、哦，因为现在我讲坦白的，其实呢，那个叫什么？
AI 股票它唯一让人家 complain 的就是说它目前即使跌下来本益比还是偏高，是，而且股价净利比也偏高，是。那另外一档股票呢，其实我们关键报告我们就提到，好，你们可能说小石他马不按赞，赞马上收回来，好，我再给你按赞理由，对，赶快啊，我再给你按赞理由，好，猜不到嘛，猜不到，赶快冲破100个赞，这不会，昨天就超过100个赞了，对，来，我再考试，好，新科啊，不敢买啊，我没买哦，我今天没买哦，来，今天是110，收盘收116嘛，我在等他再杀一刀，我希望他明天再杀一刀，没有，我没买哦，我再变哦。这一档股票我赚了两只期货的涨停板，今天呢还好有走，我所以说哈，不是不要说我们做短了、啊，现在什么股票你能做长、啊？真的。看到华东跌下来说干，早知道昨天华东出干，他妈的你们、啊、不是啊？你们到不，我先我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到底是要做短做长做短？我是觉得啦，这一档股票的话呢，还要看它产业的发展，因为它做一个很冷门的东西哦，做一个很冷门的东西。那这家公司的话，如果你猜不出来，我也很生气，因为我关键报告里面的话，我们跟你提了100多遍了，而且它今天盘中回撤，今天尾盘收在这边，收在这边，我还在买，因为接下来的话，它不管包括法说会，而且呢。这家公司、哦、其实我不能跟你讲什么产业别，讲产业别你就知道了。基本上、哦、你要买一家公司，你要赚到钱的话，你可能的话，你有空、啊、自己晚上去他们工厂外面看，去了解状况，看到他有没有灯火通明。那灯火通明呢，不代表什么，因为有些工厂它是假的，没有假的，没有白天继续站，你等于说你可能要观察24小时，你就在那都不要动，你就跟警察一样嘛，太辛苦了吧。啊、你要看那些晚上上班的人他有没有下班嘛、啊、下班有没有来接班嘛、哦、好可怕、啊、对对、啊、不然那单开没开好玩的有可能、哦、好，所以你晚上不用玩了，你在他们的交班时间大概就是早上七点让机台休息一个小时的，是，所以早上七点的话部分留守，那其他人都会下班、啊、如果说哇突然很多人下班，然后呢大概8点半又很多人进去的话，哎，那好了，那家公司就赚、我们这样做股票的，老师你真的有去查吗？你认为我的地位需要去做这种事情吗？需要去，我的地位需要做这种事情吗？站岗那样，我地位需要做这种事情吗？很多人说小石啊，你好像嫁很多，哎，我活到这种年纪，他妈你存着没有没有，我讲比较坦白的啦，活到我们这种年纪哦，虽然我不到50岁啊，嘿哈哈，每个人都说我不到50岁，那存折里面没有几千万，很拉惨的。我讲男人啊，没有男人就要赚钱给女人花了，哦，弟弟们很高兴，男人就要赚钱给女人花，不然你当什么男人？真的。没有了啊啊啊！猜不到哈、哦、啊！你想知道打电话进来，你真的打电话进来啊？猜不到没关系啊，猜不到啊，猜不到吱吱嘛，没有没有啊、哦。我跟你老实讲价格嘛，我、哦、干掉你们很嚣张哎、欸，你这很嚣张哎、欸。不要啦，打电话问你就好了啦。我敢讲啊，对 对，节目我敢讲啊，对啊，阿勋说不要，那你打电话问他就好了。对，打电话问老师啦，电话在那边。对，没有啦，急杀买进就对了。对，急杀买进。我今天都快今天。今天如果能降下去就中了，就中了，真的，就中了，真的。就跟宏达地、不是，就跟那威盛，我买跌停板到底一模一样，买131块，你就买跌停板就对了嘛。啊，这种急杀你买就对了啊，人家财报跟你讲很好啊，只是精确的价位，麻烦你自己懂得如何去计算。如果不知道该怎么计算的话，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去下载我们那个很奇怪的软体哦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。而且呢，我们举例啊，像电脑板部分，它可以预告明天华晶科多少家都在114嘛。啊，我说我没盖牌嘛，我说跟你讲，现在万战，你万战，对，数字都告诉你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今天椅子很滑，滑去也靠腰。好了，好啦，很屌。重点是那一只，哎、欸，超屌的哈。重点是那一只盖起来是谁？超屌。好，打电话问老师，打电话问老师，打电话问老师。我先让你们赚嘛，那没有，可是好，既然都讲114，那要把它讲清楚、哦。好，你不要明天开门就在114，那我不买、哦啊、那不行的、我不，哦，那再一遍哦。支撑不。不是用开盘，不是用开盘过的，对对对，开盘就直接破，谁敢买啊？对对对，啊，如果我跟你讲哦，啊，如果支撑哦，一是哦，他开盘开这边，然后主力现在大盘主力现在又空的话，就蹦，你知道下去那蹦要不要买？哎，不买。哦，好，不买不买，如果蹦就不买了，不买不买，甚至反弹起来变放空啊，没有，就是策略上的调整。好的，老师你都告诉他又退回去拍谁？我的会员是看赚钱，他妈谁在讲你华星科？不管包括华星科，不管包括国巨，不管包括什么238广达，我讲难听一点，他只是市场上代号，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叫许金金，他为什么不叫许文安？他为什么不叫许文安？没有，要叫谢金金。哦，不要啦。对对啊，对对，所以说哈，没有，这才是你要老实。真的啦，去下载我们软体，真的，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。我电话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。
才是真的，真的很屌。好，屌，谢谢老师。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